啊，哥哥，妹妹，小辣椒来了，妹，来坐来坐来坐。啊，哥哥，今天穿的这么漂亮啊？啊？每天都漂亮的呀。白色的衣服，黑色的裙子，啊哥，长长的大腿，可以可以。妹妹，什么料子啊？今天拿来？啊？哦，肉很细啊。啊，还要拉窗帘。好看料子嘛，好看料子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小东西，一百块吧。我都还没说价，你一百块。啊，那要多少？两千嘛，不和你喊价。哎，两千块太高了，两千块。实实在在的，两千。最高了，200块钱，小东西嘛，啊，你看一下，还要谈这些的吗？要不要谈这两个？这个500钱交。这两个要不要谈？肯定要谈呀。那这个200的了。啊，这小东西你看。先放着嘛，先不说嘛，先谈这两个嘛。嗯，这两个有没有裂啊？你拿着我看看。肯定没有啊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巧克力，可以切掉就行了哈。这么大一个大牌子，多少钱？这个肉质挺细的，还天空蓝底呢，带来一点点。哦，东西还可以啊，到诺宾的吧？听听看这两个声音。多少钱？这两个？这两个给你实在价哈。啊。1万。啊？1万。哦，两个1000块差不多，10000块。这两个我看一下，雕一个龙牌，雕一个凤牌，或者我看这个雕一个龙啊，可以啊。然后这个呢，我看雕个啥合适呢？这种带这种颜色的，要不然就雕两条龙也可以。你这价给的太低，下次不敢给你送料子了。下次不送料子，送人啊。人给不送，价格都给不到，我们拿着走了。来啦。你这一片料子嘛，切下来就变两片了，再切完就变4片了嘛，啊，厚度也倒是够了。直接这样雕刻，不用切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东西还可以，两个1500吧，最高了，加上这个200，1700，多了我就不要了，你考虑一下。两个一起3000。要不然你白跑了，哦，白跑了。3000，两个一起。3000的话，嗯，晚上陪我去看电影，可以吗？3000。我约着二表姐去，哎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，那就1700啊。不行，更不行。得了，1700，给。2000，成交。2000多了就不给了，2000。2000的话，你要晚上出钱请我看电影。嗯，那不要。那不要啊，1700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了兄弟们哈，这2片是1500拿下的，这个是200米拿下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啊，喜不喜欢啊？喜欢的来啊，兄弟们。